这里是随光而变心动所在 OPPO R17 Pro 全新拍照手机冠名的亲爱的客栈，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，上拼多多搜亲爱的客栈买节目同款好物。好冷啊，先加热去。嗯。搞定了，走吧，没问题。哇，这河上的冰真的好厚哦。下午可以滑雪是吗？把我们的雪上项目营业起来。我们争取这两天老板和老板娘不在，这个营业额要大幅度提升。先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了啊，我们早晚要离开咱们白狼，这个地儿造起来了，我们想让它存在的有意义，在没有涛、没有我们情况下，年轻人能不能撑起这个客栈？能不能做起这些工作，能不能解决了这些现场的问题，然后以他们年轻人的姿态把我们这个客栈开下去。所以我希望呢，你们四个人就是代班的老板，做好这个客栈的前期经营，有什么问题呢自己解决。嗯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我们不选个什么老板啥出来的吗？钱在不是在五一哥身上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，大家都可以的。我觉得没必要选，我觉得就五一哥吧。我其实搞不了。没关系，我觉得，哎，我其实觉得真的没必要，就四个人。不然我们都当老板怎么样？有。股东都觉得自己是老板，股东都是老板，股东第一次股东大会，马总，你好，王总，哎，你好，王总，王总，吴总，请问请问请问，沈总，哎，好，把我们的雪上项目回去要营业起来，各种营业起来，收费吧，收，门票50。就是那个区给围起来，然后写个门票50。我们就在门口拦着，旁边搞个二维码，扫码。沈总还是有经济头脑的。我们刚才开了一个股东小会，我们决定多一些收费项目，比如那边那个游乐设施，就都弄好吗？门口贴一个二维码，50块钱随便进随便玩。对，我们后面有哪些可以玩的？我把我那个雪圈弄好。滑雪，对，好像可以。这叫冰雪天地，好吗？可以。我们把二维码打印，给各位股东分发一下。对，每个股东应该拥有一张，要有这种意识。让我们再创辉煌。从哪里算入园呢？这里。对。啊。对，这个地方就贴上吧。OK。试啥？我试一下吧。哇，车自己就滑下来了。哇，好好玩，真的好玩。气打足一点应该更滑。嗯。我们一人坐一个，谁来签呢？不是，我们这是收费项目。签一次，啊，还要签、啊？他那意思是我们是签的费用。你还去当哈士奇啊？不是，推一次就跟那个玩秋千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有人在后面推你那个。嗯，就每个人收费不一样，好不？对，像沈月就5毛，我们就是50这样子。为什么5毛？他凭什么5毛？因为他没有力气啊。你不要这样，我们都是一家公司。你们干嘛呢？我这5毛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
没有老板和老板在客栈的时候，一个挑战吧，算是对自己还是挺有信心的，干劲也挺足的那一种。在老板和老板娘不在的时候，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业绩有多么好，提升一下客栈的收益吧。哎，好看一点好吗？毕竟是我们那个招待的项目。嗯。想，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签了客栈吗？是的。啊，我到门口了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拿一下行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走吧，一起吧。去迎接一下客人吧。我给你穿鞋穿半年了。不好意思。客人已经充满电了。老板一回来给你吵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贵宾您怎么称呼？叫小玉。来，贵宾你上来。小玉，叫小玉。上面。那个玉是王字旁一个点，王字那个点吗？对对对。哎，我爸爸的小名也叫小玉。你爸爸？对。那人怎么这样？你在这唠嗑呢？是坤哥吗？对，是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我帮你拿行李吧。客人们是标签对吧？对。对，标间，因为我们带小朋友。怎么称呼啊 ？Hello， 我叫唐夏。唐夏，夏天的夏。啊、好。我们的入住第一是 OPPO R17 Pro 拍照室正式。好了，三二一。哎，他正好看到我，可以可以。OK， 小玉，我们来先办理一下入住，好吗？好的。入住的承诺书，来，就是这个需要签一下。哎，其实我是过来做义工的。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个义工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，就是这个打工换宿这样的旅行。然后当你们节目拍摄完成的时候，我会负责帮忙这边招义工，就是可能说是当地的那个村民可能不会讲英文啊，或者是他们不能接待一些外宾，就是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这样。哦，所以你这次过来是准备长期在这边啊？不不不，我这次过来是准备先在这边做三天，先熟悉一下。哎，对，就我们把客栈交出去之后，对，把你们客栈交出去之后，然后我可能会帮忙这边来招聘义工这样子。老板，老板，这里有个客人不想给钱。那你这三天你就是作为义工的身份在这边？对，我们没有要。要不这个事情我们商量一下，开个会，因为你这个有点突然，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，好吧？啊，好，可以可以。走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去哪？开会开会。您稍等一下，我们好吧？好。第二次股东大会了。这频率还挺快呀。措不及防又来了一次。我们这有水果，你可以吃。好，谢谢。现在就是遇着一个这个情况，有一个客人他说他是过来做义工的，就是来干活、干活、干活换住。咱也没这个，咱是干活换吃。我觉得要不这样，我们直接跟老板说一声，问问他。跟老板说。嗯。自己解决。我觉得要不。别吧，我们自行解决。对，我们就是老板呀。啊，那行，吴总你怎么了？咱都发表一下意见呗。Hello， 是这边的客人吗？对。哦，好，稍微等一下，他们在开会。好的。先坐一下。OK。我觉得是啥呢？就是因为他住三天，因为咱们客人还非常多。对啊，占一个房间占三天了。咱们现在这个冬季，成本还非常高。啊，你说咱房间还就这么少。我们先这样，就是赞成收费和不赞成收费，先举个手，好吧？我觉得得交费。绝交费的举。交费。交费。好，交费。交费。然后交费怎么跟他说？你这样，你吧，这次他们助攻，你就交费吃，就吃不就助攻。然后你下次就你们撤了吗？他要真来了，我们不会还在这吗？他下次他要真领来人的话，咱会免费供他吃供他。他那时候才是真的。那对呀、啊。
因为他也没提前跟我们说，而且本来房间就只有五个，他还得三天，我们就是包他早晚早中晚餐，但是房费还是得给。嗯，咱就说吃免费玩免费。对对对对对，行，就这样，好吧。嗯。那五一哥去游说，负责人说。我去吧，去，嗯，去，嗯，那一起去吧。哎 ，Hello， 我们出结果了，我那个还是要钱啊。然后进来吧，我们进来聊吧。哦，好。尴尬，有点尴尬。你说，就因为是这样的，本来我们就是那个房间就只有5000嘛，因为客房有限。然后你住3天2夜的话，其实如果就是没有就是房费没有的话，就是占了一个客房的位置，然后本身成本也挺高的。而且对，就是这边用水用电还是挺大的。然后就是因为你也没提前说，然后我们就都不知道，嗯，所以就是还是建议说就是还是给房费，对，因为三天，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说早中晚餐都免费这样子。哦，就是打工换吃，我可以吗？就是我想问，就是你们正式的员工现在是有员工房吗？有员工房、哦、就是说如果以后我们就是拍摄结束了，我再招过来义工的话，他是可以住在员工房的。对对对，因为郑哥也说了，他本来还说之后的话您来的话，就是郑哥他们都说没问题，然后他们也就是很感谢，就是说他们就可以把你当自己人一样，就是你就可以不占客房的位置了嘛。嗯，对，我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好，那这次我就换吃好了，换饭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反正就你赚，你可以行使客人的权利，你也可以就是跟着我们，就是了解一下客栈的东西。虽然我们说不定就是工作方面没有你们就是厉害，但是就是我们足够了解这个地方了嘛。哎，好，可以。那好吧，不急，最后的时候那个退房的时候。小玉，嘿，小玉 ，Hello， 你今天有想去哪里玩吗？我今天去隔壁的湿地公园。然后你要去湿地公园玩？对啊。你怎么去啊？我们这里有那个专车服务，二维码。有专车服务是吗？有。有。对，就是100块。100块。单程，往返150。要钱是吧？对，我想一下吧。我们可以聊一下，可以150。我想一想吧。可以谈价格，可以商量。所以你们过来是在跟我推销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你是聊天。怎么不要把我们想成这样子人？那50好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去就可以，我就看一下。不是，我们有服务，就是来到客栈就肯定会有服务，不收费，这个不收费。这个、你是大概想几点去呢？大概我换个衣服就去吧。好。上车。给你拿了热水。没事。可能要打5星好评。哎。还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他们一家人，哎，在哪？啊 ，Hello， 我们那边正在收拾出来一个就是冰雪天地，小孩和大人都可以玩的，是吗？室外的吗？对，就是在旁边。我们那边有很多那种滑雪的项目。好啊。行 ，OK， 走吧。走吧，去吧。我们这个冰雪天地跟湿地公园一样好玩。来，宝贝，我们坐轮胎喽。坐下。拉上去，哥哥拉你好不好？怎么了？
来，哎，怎么了？让爸爸来拉吧，大爷。好，我来拉。害怕是吧？嗯。爸爸，爸爸。让爸爸拉。别乐了。No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就先这么拉吧。先这么拉吧。我们走喽。走喽。你快去。帮拉客拉拉客，你们要做吗？我帮我拉你们。你跟他们说我收费项目了吗？我没有说。你的立场呢？啊，我进门上面写着呢，他没有看到，一会儿一起。姐姐，你要不要做？我们这可以拉你。真的可以？你一听他这个就很贵。不贵的，不贵的，真的，姐姐你试吧。我去看看那些鹿，走了，宝贝，我们去喂鹿好不好？我们去喂鹿。啊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！哇，全部跑过去！你们这个太壮观了吧！好壮观！哇，好棒，谢谢。哦，我们这是收费项目，收费项目。现在我是台主了，来你也有，你要不要喂鹿？我们这个是收费项目，收费项目，收费项目。这个五块钱一筐，五块钱一筐。你好疯狂，爷爷你好疯狂。没有人理我们。九月你太疯狂了。这一包五块钱。都连筐子里吃了。九月九月。慢点呗，慢。这也跟在动物园里喂鹿感觉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来，再来一把。来。哎，你知道动物园多贵吗？喂长颈鹿一根树枝10块钱。啊。就一节胡萝卜。我们这个才5块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一包5块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哇！哇！它飞起来了。哇，它都飞起来了，有没有？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吃饭。啊！哦！哦！怎么了？咬你了？它踩到我的脚，好痛啊！开始。哇，它们怎么这么重啊？你别来了，很痛。差不多做饭了吧？对，我们去做晚饭去吧。待会儿那个扫码。我们准备晚饭去吧。嗯，做晚饭去了。要做啥？你现在？一个西兰花，一个可乐鸡翅。我还有一个炸鸡柳。可以啊。这是做什么？挑水鸡。这是啥菜啊？那炒肉吧。都会做菜呀，真好。这一家有这几个孩子做饭家的，爹妈得高兴坏了。哦，五一哥，你这辣椒粉可以啊，是吧？真的好香啊！皮总，哎，快帮我把方太油烟机打开。啊，方太油烟机它会自己开的。啊？真的？是吗？哦，原来是方太油烟机黑科技。烟灶联动，方太油烟机还可以智能升降不跑烟，这样做菜真方便。没错，有没那么多人，我觉得有必要站在厨房第一线去做这件事情。哎呀，好香啊！还有造型呢，啊，点睛之笔。这是做什么？烤水鸡。哎呦，应该能好吃啊。沈月，嗯，我们晚餐不是很有仪式感的那种摆盘呢？哦，对对对，得要那种餐布。对啊，不能老板娘不在了，我们晚饭就变成碗和筷子了。哇，好精致，连餐布都是鹿主题的。对他们那个纸还要叠成那样插进去，
老板要求吗？我们客栈吃饭很讲究的。哇，五星级员工，这种五星级员工。哇，我们今天做这个菜好有成就感，真的。让我用 OPPO R17 Pro 拍一下。好啊。哇，这个好好看。哎，不如我们也跟我们做的菜合张影吧。好啊，好啊。今天我们第一次当主厨。OPPO R17 Pro 美味拍出来。吃饭，朋友们。好，来吧，我们欢迎欢迎欢迎来到亲爱的客栈。亲爱的客栈，欢迎大家。谢谢。客人们对我们今天的服务还满意吗？超赞！赞！确实是有仪式感啊，是吧？好吃。哎，这有可乐鸡翅，要不要毛豆加一个过去？嗯，好嘞，谢谢。哎，鸡翅来了。这个是买回来的吗？还是做的？做的。好厉害啊，我会做这种东西。哎，你给大家背个诗吧。锄禾，锄禾日当午，嘿呦嘿呦拔萝卜。什么东西？嘿呦嘿呦拔萝卜。嘿呦嘿呦拔不动。锄禾日当午，嘿呦嘿呦拔不动。这孩子长大之后有潜力。半只手。太逗了。哎，你们猜现在几点？现在六点。六点整。真的假的？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，请各位贵宾移步客厅。这高级感就挺强，要移步了。那个客栈有专门为各位客人准备三草两木的保湿水，这上面有一些植物的成分，你看看是不是补水保湿的。它这个主要成分就是银杏，促进整个人的血液循环的，然后提亮整个肤色的。它应该不只有这一项吧。对，还有不同的，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人准备的。这有点像鸢尾。这个寒冷的冬天，希望大家多多补水。我们来做点集体活动吧。好啊，比如说，你演我猜，玩没玩过？可以啊。猜的最少的那一组玩真心话大冒险或者什么的。OK。哎，准备开始了。好。呼啦圈。哎，对。完了，他们这个默契了得。哇，骚呀！你说几个字？两个字。身上很脏，我现在要干嘛？对。啊，牙疼。对。二人转，差不多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过，两个字，咚，咚咚啥咚？哎，过，哎，四个字，若有所思，前两个字一模一样，隐隐作痛，完了，三个，加油，好吧。两个字，剁手，滚，对，飞镖，对，哇，他们这太简单了，四个字一个成语，以泪洗面，泪流满面，泪流满面，对，哎，你别猜，四个字，跟我猜干嘛？眉来眼去，挤眉弄眼。对，你别说话。我这个位置是什么？膝盖。然后，中间。哎，对，看一个很好吃的。流口水。对。哇、哦，嘿嘿嘿，我在干嘛？全笑。对。第二个。七个。一种。不比武，耶！哇哇！
好胖，我要。沈月现在做的一件事情。减肥。对。一个动作，三个字。扮鬼脸。对，下一个。摔倒。哇，下一个。四个字。晕头转向。对。哇，这样的才对的呀。这类选手。苍茫的天涯，是我。广场舞。对对对对对。哇。哎，不是，我发现这个游戏啊，猜的人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以后还是我来猜吧。表演的人也很重要，好吧？你这个 biu 是啥？你 biu 啥？弹弓啊 ，biu。你不像弹弓还往前扔啊？什么惩罚啊？哎，做俯卧撑好了。好啊。一边做一边唱歌嘛。啊，可以。可以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那就两只老虎，好吧？三二一，走。两只老虎。是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快。奇怪，哎，真奇怪，哎。你挺轻松的啊。快到点睡觉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晚安。我我天哪，这是停电了，好像是没电了。 Oh my god， 停电了。有电吗？ 你有电吗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都没电了吗？我们两个房间都没有电。好，大家都稍等我一下，应该是反正都有问题，对，都得弄。稍等一下，都在房间稍等一下。那大家先把门关上，保点热气。怎么办？点蜡烛吧。我上次乔欣姐给我的蜡烛，暖气没有停吧？应该没电都停。啊，那小朋友会不会冻坏了？客人都干嘛呀？都回房间了？去看一下客人房间吧。先发点蜡烛过去。Hello， 给你们送点蜡烛过来。你们屋没有电了吗？蜡烛，要不要先放几个蜡烛？没有电的话，晚上会冷吧？对。喂，高总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刚刚那个就是算没有电了。我是推上去没有？有电了吗？有了没了？嗯，不是，他不是，好像是线路出问题了。然后我本来说想问他的，然后看到前上负责的师傅，我就问下他们。你好，来了没有电？没有，全部都停了。现在就是我们等电，然后这个房间等了电来了，烫好接头。这门不能开太久了，这个门。接上就能通电通水，今晚上。大概多久？要问供电公司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最新消息，这个电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客栈，是整个线好像电路都出问题了。就是我们要想想，如果今晚没有电，怎么过？那我的拖鞋好冰啊！我也是，好可怕啊，越来越冷了。没有暖气啊！现在没电，他们也修不了吗？对啊，他们也在那个房间等。给嫂子打个电话。问走吧，先去问，走吧。哎，嫂子。怎么了？睡了。您是不是睡了呀？怎么了？你说。哦，那没事儿没事儿，嫂子晚安。没事没事，你说吧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。没有，我们现在水电都没有了。水电全没了。对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嫂子睡吧，睡吧睡吧。嗯，没事，你们需要啥你说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嫂子你们睡吧，我晚安了，我晚安，你们快点睡吧，嫂子。明天见。哦，行。好嘞，好嘞，明天见。哎，明天见。好，明天见。睡吧，睡吧，睡吧，我自己解决。哎，他这睡在哪里去？对，不太好，因为他那个一听声音就知道睡，从梦中醒来的。那只能熬过今天了呀。冷死了，我的耳朵都快掉了。我们真的好惨哦，冷的时候就停电。哎。
不，我现在手已经没知觉了。哇，现在真的穿两件羽绒服才感觉到没那么冷。如果老板和老板娘在，他们会怎么安排呢？他们会安排出去开房睡。哎，如果这样呢，五一哥啊，你给每一个客人就发一个短信，我们出去开房。那费用谁出？我们出啊，当然。我们出啊，可以啊。我们先要去问一下有没有房，在大厅标间都好，打地铺都行。对，就是总有个暖和的地方，大家。走吧，先去问，走吧。其实我在想，也许客人都睡了，睡着了。他们不会被冻醒吗？不是，这太冷了。哇，我刚刚手真的是冻到痛的不行。我试着跟他们发信息。你就直接打电话。别，你我觉得有的真的会睡了，你就发微信，你就不发了，看他们回不回。如果没回的话，估计睡了。不是，哎，还没睡，确实有点冷。是坤哥，坤哥。Hello。哎，坤哥，哎，你现在冷吗？我有点冷。有点冷。我们现在打算的就是说，看看水之道那个酒店有没有房，如果有房的话，我想说，你们可以去那儿。好啊。我们先去确认，对，我们先确认一下，反正我知道你意见就好了。有房我们就回来接您。有房我就回来接你哈。好的，拜拜。我在这等你。好嘞，拜拜。那是谁的车？这是啥呀？这是郑哥吗？有这么快？除了郑哥，还有能有谁呢？哎呀，你来干嘛呀？你回去睡觉啊。咱家的四个卧室吗？就跟这头大炕呢睡几张。那这样吧，我发信息给客人，如果客人想住的就去郑哥那边住，如果客人们都住了的话，我们就睡车上。真的二号姐就不行，我告诉你，着火它时间长它有尾气中毒。先上车吧，冷死了。我觉得现在除了坤哥，其他客人都已经睡了吧？还有回你消息的吗？就两个，还有一个是那个。不是，关键他睡了，他睡了，你也不能把他叫起来。走吧，现在直接去问客人。直接去问客人？不是，你这晚上这么冷的天，他怎么睡？我不明白，这肯定会冻感冒的。我就担心那个小朋友。对，是小朋友。你想，我们昨天那个房间里还有那个空调呢，就我们先问吧，就是打个电话吧。走吧，先直接去问客人，每一间都去问，就说我们附近有客栈有房间住。人家万一睡着了，你们把别人吵醒，那也比他你比他冻着强啊。那个谁不用问了，不是人家这么我跟他说了，他说他要睡了，要不要看他短信？不是，觉得还是问一下吧。就是，我们就还去问一下。不然其他人都住了暖和的房子，就一个客人没住到。他说我不用了，不冷，我先睡了哈。就问一下，好吧。也许睡了，把别人吵醒真的不太好。而且这房间原本有点暖气，没有到我们在室外这么冷。对，其实可能他睡着了，就不用再。把别人吵醒真的不太好，人家可能睡了一会儿就暖和了。怎么可能？不是，那你得一定要把别人吵醒为止吗？那坤哥呢？坤哥他说他冷。那叫坤哥。坤哥没睡吗？你要我们去那个郑哥他们家里面休息吧。明天还回来是不是？回来。
个是？几个？几个客人？一个。这个房间几个床？两个床。都是睡还是床？坤哥睡那儿吧，坤哥你睡那儿吧。我们沙发上面睡一睡就好了。又麻烦嫂子一趟。对呀、啊。不要影响心情，多大个事儿啊！哇塞，这个看着都爽。哇，这种被子最暖和了。安徽淮南，你接一下吗？淮南不会是那一家三口？对啊，他们打电话过来了。喂，哎，不是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们今天晚上确定是不会来电了，是吧？哦，对。啊，那这个房间现在有点冷，因为宝宝睡觉一直往外爬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们现在就是回到这个就这个正儿家了。然后如果你们要的话，你们要不要一起过来？行，那我们简单收拾一下。那我现在回来接你们。那你们要顺便再问一下小玉吗？要不就全部叫醒吧，干脆了。你把他们电话给我。那你别去了。你可以吗？我怕你一个人开车不行。我可以。慢点开啊。好。后半夜太冷了，真不行了。来，月玲，您坐前面吧。这明天怎么好意思？费用怎么办？不要了，这咋要？Hello， 那我们明天早上8点左右的样子出发。好，那就早点赶紧休息。麻烦你们了。没有，麻烦你们了。我们的观众搞得我们特别不好意思，真的。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行，好。来，你妈咋没咋？怎么睡啊？我们两个睡地下面，一个睡沙发，随便都行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睡沙发，因为我习惯睡沙发。虽然我们都有各自的想法，但是我们最终还是非常团结的。首先考虑到了客人，我觉得还是有缺失的那一种，对客人方面认知度还就是不够嘛。晚安。辛苦啦，晚安。出发点都是好的，就是我还是从客人的身体出发吧，然后五一哥和弟弟可能会从客人的休息出发，算是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大一个考验吧，算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那种感觉。起床嘞，哥。起床了，兄弟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要是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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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哦，兄弟，起来！快点，我们还要去找客人去吃早餐。每天起床第一句，先给自己打个气。我们下去直接去接他们。Hello， 早。哎，早。早啊。睡得还好吗？
挺好的。老板，有啥吃的？那就包子、饺子都上点呗。有肉串、酸菜串、菜串，都来点吧，都来点。你们喝豆浆还是喝豆腐脑？喝豆浆的举手。六个豆浆，四个豆腐脑。再给他们一个碗，我们不着急。你们还缺什么？哎。我感觉昨天一宿之后，今天早上看着你们都有点懵懵的，是懵懵的吧？不然我以为是一个圆满的大结局。我也以为，大家高高兴兴回去洗澡。没问题了，好的，高高兴兴睡觉了。啪就黑了，滋滋滋滋滋滋，这么多意外，有点意思。咱们也算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了。你看老板在家没这事儿。老板那个不在家给咱出难题呢，这是还好有郑哥他们，不然真的完了。有时候吧，村民你说半夜了，有时候闹点矛盾，他也找你给调解呀。有时候半夜两点多给我打电话，那也得去呀，那要动手了，你要不去，那不就是事儿不闹大了吗？走吧，咱们回客栈。哎。现在的客栈是灯火通明啊，今天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。喂 ，Hello， 你好，是亲爱的客栈吗？我是兼职员工维嘉。我是兼职员工维嘉。哦，帅哥，我是武艺。武艺啊？啊，对啊。我还以为是老板呢，现在可以啊。小武艺，这说话都有老板的那个，怎么着？下一步行程是怎么着的？没有嘞，老板，我不，嘉哥，你现在到了吗？还有十分钟。好的，好的，啊、好，好嘞，嘉哥，嗯，拜拜。准备好，我们要接兼职员工了。啊？是吗？对啊 ，Kido， 快点，要接兼职员工了，不能迟到，长辈。喂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兼职员工。啊，好的，我们已经来了。哎，已经来了，怎么知道来了？我们在门口等你们了。好，辛苦了，好，拜拜。你声音不是王毅的声音吗？他是武艺的。武艺的声音啊，怎么像姑娘呢？到了，哇！嘉哥，嘉哥，嘉哥，哇！嘉哥，哎呀，朋友们，嘉哥，没有，因为在你打电话之前，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啊，真的。我今天来做兼职员工。请问你怎么称呼啊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是 Mike 吗？等他们一起。各位，现在正向我们驶来的是。哎呦！萨瓦迪卡！萨瓦迪卡！萨瓦迪卡！周末在这打工啊，飞腿少女，还真是勤劳呢。哎，来了老弟。哎，又来了一个朋友。欣然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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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不自我介绍环节，我们要改叫室内吧，好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妈，你穿了秋裤吗？没有啊。我也是没有。冷吧？好冻啊，冻成了一个冷疙瘩。你现在脚下踩的全是我们一根钉子一根钉子钉的栈道啊！真的，真的，这钉子还可以啊，挺厉害的。哇，那都是第一期的事情。来了几位新朋友，好，欢迎新朋友。嫂子，这是我好兄弟，
是吗？西泽跟沈月，我们三个都一块拍电视剧的。要不嫂子给我吃一个成语呗？你表人才呗！谢谢谢谢。嫂子说你啥？嫂子说我一表人才。嫂子今天眼神不太好使。你拿进来吧，这里面大部分东西都是你的。看一下哈，这个怎么办？感不感谢我？哇，厉害，太牛了！感谢我吧。感谢感谢感谢。你的秋裤。秋裤。谢谢。对。然后这是折叠钢琴，这些是石材。好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带了四把锤子。哇，你又来做剁辣椒？不，这不做剁辣椒了，这锤子怎么剁？行李箱都空了。太感谢了，帮我带了好多用应急用。哎，老板呢？这儿呢。像我们四个是老板。啊？你们四个老板？嗯。所以你们算是小老板。就是小老板。有点东西啊，小老板。这个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吴总，吴总，吴总，沈总，沈总，小王总。哎，大家好，马总。哎呦，嘚瑟的呀。大当家不在，就是你们小崽小鬼当家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这个意思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个我约那个车11点钟就到了那个门口，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走的话，咱们现在就走。那我们跟你走，可以走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坐下来把那个信用卡读了好吗？我们的车要来了，要读吗？就是我们每个人要读。你不用不用，是我们等你们走了之后我们读。说让我们读一下啊，现在读吗？我不知道呀。不是，我觉得现在先不用念，晚一点念，我们是可以吃饭念啊。对啊，他们就走了呢。我平常我们念的时候他们也都走了。对，因为现在人太多太乱了，我觉得先送他们吧。他们这边有点乱了，小兵有什么说？不好意思啊，他们那个老板之间商量，可能就当着大家的面就直接说了悄悄话了。感觉你们管理很混乱。我有一种不知道听谁的，你知道吗？小鬼当家很难那个。我不知道干嘛。怎么这么混乱？我的天哪！不是，突然人太多了，你知道？哎，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。那行吧，那你的信用卡我们就之后再读了。好，弟弟。然后实在不好意思，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影响你们的住电梯。我们后来商量了一下，就我们就减半吧，减半。人家挺值的，他们折了那么半天。都不好意思，不是钱的原因，不好意思，意想不到的原因。都不好意思，就找你们要全价。哎，你们也很辛苦了。没有没有，弟弟感觉像大老板，因为大家做事。弟弟没想到是在这儿发号施令的人。你是大老板哈。没有没有，从气势上能看出来。不敢当不敢当。这一个基本费用，就多的都不敢找银行要了。OK， 没关系。交通银行 APP 扫码支付房费，最高随机返券99元。帮你。你们的车在哪儿啊？车在前面吧。阿尔山当地的那个小黄菇很好吃，然后给你们准备了一点。如果你们今后还想吃的话，可以上拼多多就可以买到。其实这是拼多多的一个爱心助农的一个活动，如果你们要买的话，就上拼多多搜索亲爱的客栈购买爱心助农。好，拼多多，拼多多，拼多多，真的多，哎，这叫拼多多，对，拼着买更便宜。好，拜拜，一路平安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天好蓝，是不是？今天是什么行程呢？一会儿我们会去打扫房间。老板来。对对对对，该说话对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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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我们客房人最多的一次。站都站不下。
那今天来示范的老师是哪位呢？我和武一。老师，我们都想学一下。我觉得打扫房间的时间不是很久，等床下来的时间。一般被子要叠三下，这样这样。不不不，就是像这样的，这样的。对，哥这样，这样。这个示范老师还没出师呢，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得有经验的。哦，这个一定要扔。这其实是放到这上面，然后一包的。我们是先做一次错误示范，然后待会儿再做正确的吗？然后把这个脚往里放，抓着四个脚抖就行了，是吗？对。这一家客人有没有想到是六个人一起在他的床单上弄？就一般这边都有一条线，就铺在那个线上面就行。嗯，就 OK 了。我是眼见着被子怎么折成那种睡觉的。还挺能干啊，你们现在。谢谢老员工们对我们的技术支持啊，辅导。全是静电。对。这会不会电到客人吗？不会。只有你能电到客人。对，只有我的眼神可以电到客人。先拆这个是吧？这旁边的就塞进去是吧？这一个边边对外面对。嗨，九妹，是叫九妹吗？九月，我以为你帮他起了个新名字。Sorry， 九妹，我以为故意的，他明明是个男生呀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到了吗？啊，对，我们到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出来接你们。Hello。嗨，客人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哇，好多人啊，这么热情的迎接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的企业文化，来客人必须全体迎接。哇，这个路真的好路好多。这就是我们另外六十个员工来接你。现在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那个凉拌土豆丝。哦，你要不要帮忙烧？好啊。长度可以吗？我看一下，长度是可以的，但是就是要给细点，反正慢工出细活嘛，你就细，就我们尽量细。好。嗯。可以吗？这样。有点大。还是有点大。对，再切细一点嘛。哦，好。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。好。可以吧？嗯，还能吸吗？好严谨哦。哎，对的，它就是飘在上面那一些。先放蒜，好，放辣椒，再放葱，好，抓，哦，这样子的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好，不能用大火煎，只能用小火煎。多好，武艺今天做了两次。没有了，都是你教我的。主要是这个菜有点糊，我不敢说我是我做的。下次我就知道小火。对，小火。好，把水沥得越干越好吃。好。哟，这饺子好吃。我看着都香啊。好，今晚饺子宴可以的，来吧，开动吧，来吧，开动吧，别客气了。吃一个煎饺。嗯，煎饺好好吃。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嗯，好好吃。弟弟真的是口味是重的啊，重口味，特别重。他啥也不忌，啥都猛吃猛造，然后还不怕。嫂子，你这说的我有点惭愧啊。啥都猛吃猛造的，能吃能造的，干啥都像样。
哎，五一哥，那个心愿卡在哪里啊？哦，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。我们把它读了吧。哎，小谭，你是一个说唱歌手吧？你写的词好押韵啊。哎，那你们抓个币，然后背包旅行已经六个年头，却不知道内心息息的方向，在喜欢的地方有了两个客栈，却感觉没有扎根的内心驿站。我的天啊，这是个困惑吗还是什么？我自己背包旅行已经六年了嘛，就是一直都走在路上，就很想说把这种文化去传播出去，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，读万卷书也是重要的。哦，好吧。另外就是我自己本身有两家客栈的，我可以留在自己喜欢的地方，但是我的心没有办法留下。归属感。对，就是平时会帮助很多人做很多事情，也会交很多朋友，但是总有那种心里很没有落脚点的时候，你总有那种自己很孤独，生病了。然后你自己在什么样的地方，你在赶夜车，就是那种感觉。但其实漂泊最容易没有归属感。对，可能走了很多地方，总是觉得缺失了一部分。以前你去一些地方，哇，每个人在客栈留个言啊，就觉得啊，好棒，好棒哦。然后就觉得好像这种一期一会的感觉哈，但是都会在这里相会。但后来慢慢的想，那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对吧，人生你不可能很多事情你都去把它记忆下来，因为你有些东西你如果都把它记忆下来，你的心理就很脆弱，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我不知道，我通过你简短的我们坐下来聊天，我是觉得很多事情你会别人认为很平常，但是你就觉得是很珍贵的事。对，除非你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跟你同时一直在做这件事情，陪伴。对，你看，说白了，我们就还是很一针见血的说出，其实它就是很寂寞。因为阅历这件事情，旅行这件事情，你是一直在做，但是其实你就少了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做。你还没谈恋爱是吗？啊，哎，不是说有一个本子是给，对，哦，什么？很合适，这时候用。快去拿。这本书嘉哥应该看过。是什么书啊 ？Answer Book 吗？因为曾经这个书出现在我们快本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为这本书哭了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很感人。就是问什么他都能给到答案。对，就答案之书。你问一个我很想听你想问的问题。对，我也是，我也很想听。我什么时候能找到有趣的另一半？我别忘了乐趣，只要你自己先有趣，才能找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人。是的，就是要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。我问一个，我问一个。好好好，来，我能不能遇到一个就是跟自己就是特别有缘，然后能成为自己特别有缘，然后能成为然后能成为自己代表的一个角色？啊！我差点以为是另一半。我也是。你不要临时改题目哦。好，拜拜。如果你按你说的做，哇，是不是？优秀。有时候会迷茫，但是你要坚持。扎心，扎心，扎心。这本书看的不是答案，是想知道你想问的什么问题。还有，当你看到答案的时候的你的思考。对。关键是你问的问题是什么，就说明你心里倾向于什么。当年我拿到这本书，我说怎么会有这么神奇？你以前问过吗？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问到，然后我就翻开了，我并没有问出来，然后这上面答案告诉我什么？当时就哭了。然后我当时就哭了，我说我问我们快乐家族会不会一直在一起？啊，上面怎么答案是？他大概上面写的就是说，只要你们愿意。哇！天哪！就是当时就很吓人。问今晚会不会停电吧？我们床没氧。哎，关键了，可以可以，关键。请问今天会不会停电停水？停水？哦，还要停水？昨天也停水停电，对。翻了。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。哇，这个书绝了。
只要我们不要乱来就不会停。那个支书问一个，支书，支书问一个，您请。真给我轰开了。嫂子来了，嫂子来了。对，我想，我和这些村民，还有我们这些贫困户，这个客栈就给我们都能带来，安定美好的生活和丰厚的收入嘛。问一下这个。来，您来翻。看看什么啥？哎，我看我看什么呀？用任何你可以做到的方式提升，是不是嘛？我就这几年工作也是，就有时候就为了工作，就家里他就啥也不管那种。我就是真是，你看我要说，我想养鹿，我就你不管你别人咋陪咋不养，我就养。就养这个鹿，完了后边没招了，他就得跟着我养这个东西，也没有礼拜天，也没有黑天白天，反正我就是干这摊，家里我就啥不管，就你累咋整咋整。我来的时候，村里头就是非常非常穷，我就带着他们就开始就是致富嘛，因为你要想做事的话，你就根本就顾不过来家。当时的村里头是人都在往外走，就是每个房子。就是三千两千就卖，那时候我们就花5000块钱买了我们这一套房做村委会。从2009年开始我开始做，等到2016年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村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旅游啊基础设施都建起来了。哇，好棒！我在想还要不要再留一点点，因为。还有3个人没到，对，没关系啊，这些啊很多。他们是什么情况啊？他们在高速公路抛锚了，好像是。哦，没事，多晚都等。你好，我们已经到客栈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下来接您。慢一点儿。啊，这不是有雪雕吗？这不是雪雕吗？但是温度有点高，可能化了。好，我来帮你提回来吧。Hello， 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了，来，我来帮你提。Hello， 没事。你们还没吃东西吧？要不先把行李放了，我们现在去餐厅吃点东西。好，我们先去吃点东西。走吧，走吧。怎么样，够吗？太丰盛了。没有没有，谢谢你们准备的丰盛的晚餐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应该饿了吧？饿坏了吧？我看门口有一个雪雕。是上一次的一对客人，他们过来，他们雪雕队的。那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我们也是做雪雕和冰雕的。是吗？可以做一些雪雕的雕塑作品，3米5高，然后3米宽，2米厚的。20吨雪。哎。也是那种很大的吗？还是就是小？我们正常做其实比这个都要大，比这个都要大，还要大。对，比这个还要大。看我们没有雪怎么办？我们这两天温度会回升。目前的话，我们重新做雪可能有点困难。可以的，没问题的。还是说有没有办法在那个的基础上，然后再把它？但是这个可能。得需要好几个这个工序啊，并且需要工具偏多，修复比雕刻还要难。哇，那段时间真的太难熬了。他哪有冰和雪呢？得找一块大的冰块重新雕，那这个快化没了都。用新的冰块再重新雕，咱们做一个稍微再复杂点的，雪雕难度就在这儿。哇，沈月有点东西的，巅峰之作。
真的是，我们简直应该去参加冰雕展。现在国庆一照射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嗯，这种晶莹剔透的感觉，头一次做的话，这样已经很好了。做小冰雕真好。我做个皇冠吧。哇，多标准啊！哎，这个可以啊。有点东西吗？有点东西。别低头，皇冠会掉下来。对。好看，别低头，皇冠会掉。我看看，小傲娇。笑笑爸爸，你们是怎么想着带孩子到咱们客栈哈？嗯，平时很忙，嗯，陪孩子时间，陪二人时间比较少。啊，嗯，这太难得了，就是这一天没有电话，这样的情况太少了。现在周末呀，去很多公园啊，基本上都是只见到妈妈陪着孩子。对呀、啊，都没见着爸爸。一说起来都是爸爸忙。对，对。我觉得还是生活有一点形式感好。对呀、啊。要是每一周，是吧？大家都能抽出就半天时间跟孩子一起。对，笑笑可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做点啥了。以后等笑笑读大学了，就会说外面卖的糖葫芦没有我爸做的好吃。对。没事，你熬糖去吧。啊，直接浇上去吧。啊，上外边动去吧。哎呦，这看着真漂亮。走过咱玩点花样的呗，走上冰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笑笑，去滑雪吗？想跟哥哥去玩去。好。放心交给我们吧。没事。放心，能带好。弟弟细心的，弟弟会看孩子的。来，我们哥哥把你架起来，好吧？飞起来，好不好？要不要玩？三二一，走！不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我们一起学土拨鼠叫。你把笑笑吓着了。还没有呢。才没有呢。只要你们说什么，笑笑都不同意。观点，上上到目前为止没有同意过你们一件事情。到底能不能到了？你是不是走累了啊？不是，不是，又不同意了。是我见过最傲娇的小公主啊！是这儿吗？哇哇！真的已经下雪了，快快快！好浪漫啊！在一起，我本来就在一起。哇哇！掉头掉头，真的可以滑。走，我们下去。可以。哇！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干嘛的呀？亲爱的客栈。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，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。你说他们想我们了吗？想了，听说他们把咱们股份给平分了，咱们一会儿就去叫他们过来。吴总，亲爱的客栈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，上拼多多搜亲爱的客栈买节目同款好物。亲爱的客栈官方合作伙伴经典有机奶，天赐有机，尽在经典。亲爱的客栈官方视频合作伙伴西瓜视频，西瓜视频刷三遍，美好生活看得见。亲爱的客栈官方合作伙伴方太，方太智能升降油烟机，为健康不跑烟。 OPPO 拍照手机，亲爱的客栈，待会儿见。 OPPO 拍照手机，亲爱的客栈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随光而变，心动所在。OPPO R17 Pro 全新拍照手机冠名的“亲爱的客栈”，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，上拼多多搜“亲爱的客栈”买节目同款好物。感谢官方合作伙伴经典有机奶，天赐有机，尽在经典。感谢官方视频合作伙伴西瓜视频，西瓜视频刷三遍，美好生活看得见。这个是干嘛的呀？这谁螺丝都没有装？这怎么滑呀？
保护好头。哦，那我别了，我本来脑子就不太好使。像推轮椅吗？我们套马的汉子来了。哎呦，我这啥怪法呀？你这漂移懂吗？漂移。哎呀，漂移，神龙摆尾。嘿，哎。啊五厘米好吗？哎，我想一个好玩的，我们来比赛吧。走，有没有信心？有啊。有啊。各就各位，哎，开始。哎。哎。啊！哎。啊！不是，我操！哇，跑得好快啊！我还是要不要收钱的？我觉得，耶，第一名，我们是冠军，开心吗？来，摇起来！你是 A 一八六吗？我是 GTA。好。哦。你在底下滑呢。你腿在底下滑的。滑不动啊！来了来了，快冲！老哥，哇，刚刚好偶像剧啊，好浪漫。我第一次在这种冰上面玩。哎，我们一起拍个照吧。哎，哎呦，好硌呀！好凉啊！谢谢，那是谁啊？爸爸。好玩不？好玩。都说冰糖儿糊。爸爸做的。笑笑，爸爸做的这个好不好吃呀？好不好吃？好吃的哈。嗯。一会儿再动一会儿就好了。这是巧克力的。这是可可的，对。可可。给他做个头领。这是梅花鹿，好可爱，到时候再撒上梅花就好了。这是干嘛的呀？梅花的那个点点呀，这样它就成为梅花鹿了。老板为什么还没有到？我觉得搞不好老板其实已经到了，他一直在客栈的某个角落看着我。哇，好恐怖啊，在监控室。老板，老板，回来了吧？别在监控房看了，好吧？他正在看着你，看着我，目不转睛。你说他们想我们了吗？想了。听说他们把咱们股份给平分了。亲爱的客栈。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，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。就我提个意见，我们那间房是连水连拖鞋都没有的。啊，你们什么情况啊？你们这两天都在干嘛呀？你们失责了这事情。亲爱的客栈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，上拼多多搜亲爱的客栈买节目同款好物。亲爱的客栈官方合作伙伴金典有机奶。天赐有机，尽在经典。亲爱的客栈官方视频合作伙伴西瓜视频，西瓜视频刷三遍，美好生活看得见。亲爱的客栈官方合作伙伴方太，方太智能升降油烟机，为健康不跑烟。 OPPO 拍照手机，亲爱的客栈，待会儿见。 OPPO 拍照手机，亲爱的客栈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随光而变，心动所在。OPPO R17 Pro 全新拍照手机冠名的亲爱的客栈，感谢官方合作伙伴方太，方太智能升降油烟机，为健康不跑烟。
感谢甄选产品三草两木，极简生活，极简自然护肤。老板，老板，回来了吧？别在监控房看了，好吧？他正在看着你，看着我，目不转睛。你说他们想我们了吗？想了。听说他们把咱们股份给平分了。咱们一会儿就去那叫他们过来。吴总，沈总。王总、马总。好嘞，好了。来贸易喽。好像是老板回来了。回来了吗？哎呀，我天啊，老板。吴总好。刘总好。哎，大姐好。拥抱一下。大姐，哎呀。马总好。拥抱一下。呀。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冷吗你？哎呦，不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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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冷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啊！老板，哎呦，想死你了！哎呀，兄弟，哥，想死你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太帅了！听说昨天很负责任，你们。你跟他们说我收费项目了吗？我没有说。你的立场呢？就是减半吧。有拖鞋吗？他们这边有点乱。还行还行，玩的怎么样？玩的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呀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好，我们开饭了。来，欢迎大家。欢迎老板，老板娘回来。哎呦，王总，谢谢王总给我们准备的饭。谢谢这个王总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马总，马总，沈总，吴总。啊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当自己家啊，当自己家，当自己家。就是特别感谢老板和老板娘，就是让我们成长了不少。嗯，没错。哦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老板，我们刚到第一天，哇，那才是大风大浪，爆炸，爆炸！从一开始，从一开始开始，来，这边接下去，好吧？接下去，接下去，快！明天要故事接龙吗？首先呢，事情是这样，先渲染一下，去渲染一下，对。就是在一个非常和谐的晚餐结束过后，就差不多七八点，我们就在嫌今天晚上，哎，是不是结束的太早了？嗯。于是乎，突然停电了。啊，这么快就停电了？哎呀，你这个不行。我们以为那是一个就是小故障，我们以为是客房出了问题。吴一哥，吴一哥，吴一哥上，吴一哥。然后就也停水了。不要这么讲，哎呀，这讲好无聊。这个时候，嫂子和郑哥哇，雪中送炭，真的又再一次麻烦了嫂子和郑哥，要不然我们都得冻死街头。把客人就啊，对，都安排了，然后就这么度过去了一夜。简单一点陈述就是说，保证了客人的这个生命安全，这个生命安全和舒适，是吧？嗯，我觉得你们还是很有责任感的，很好，很好啊，表示表扬啊。这几个小孩也挺能干吧？哎，我们听一下客人们客人的感想吧。就我提个意见，我们那间房是连水连拖鞋都是没有的。哦。对，我是就一张拖鞋，没有水。我们最近好像都没怎么买水。啊，你们什么情况啊？你们这两天都在干嘛呀？你们失责了，这是。亲爱的客栈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，上拼多多搜亲爱的客栈买节目同款好物。亲爱的客栈官方合作伙伴经典有机奶，天赐有机尽在经典。亲爱的客栈官方视频合作伙伴西瓜视频，西瓜视频刷三遍，美好生活看得见。亲爱的客栈官方合作伙伴方太，方太智能升降油烟机，为健康不跑烟。OPPO 拍照手机，亲爱的客栈，待会儿见。OPPO 拍照手机，亲爱的客栈，现在继续。感谢指定银行交通银行，手机银行 APP 扫码付，随机返券。感谢指定座驾东风标致4008，以你的方式去尝鲜。
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。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。觉得有压力呢？你看他的戏感，他是个一直在挑刺儿的人。对对对。啊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啊？哟，谢谢。没有行李了。文姐，姐夫。你这么高冷的一个人也来录制节目，你能别让我洗碗吗？不会刷没刷过。那你姐夫叫的一点都不亲，苦活脏活低线，那你肯定得。你敢打我老公的脑袋，你还想不想？别老这么护着他。王文，来来来来，王文来。呀，王老师，这么快？王老师，我以前是护士，老给病人铺床。仿佛回到了医院。起得点啊，起得点。你怕爆是吧？可以吧，可以吧。我会不会太大？五五五五。这是用来那个韭菜、鸡蛋、高丽菜、花。我们都是本家，我也姓王，我本来叫王毛毛，后来叫王不易。你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那首歌？说实话吗？不是你写的，是吗？我们给饺子想几部电视剧的名字吧，《还珠饺子》，还有什么？《饺子传》，《饺子花园》。饺子花园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回家的饺子，饺子的诱惑吧，饺子的诱惑，饺子攻略。这很像一本书，这是啊，陈宇健，知道吧？户外活动，可以吗？动手动脚，行。交通银行，交通银行，交通银行，行，行，叫李手，寿比南山，寿比南山，哥，普通话跟我要一品哥，寿比南山。哎，之前有个段子是什么来着？福建和东北那个釜山行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釜山行，硬贼作父。对对对对对，硬贼作父。